大家好，我是旭哥乌卡汉玩山旭哥手游攻略，那这是妖灵大冒险，或是叫做精灵大冒险，反正一样很多的名字，那大家都知道了，就这种手游，反正一样无氪爽爽玩就好了，建议大家都是无氪，不用花钱爽爽玩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因为这种游戏就这样嘛。好，那旭哥接下来分享这游戏呢最强的隐藏版的神宝可以免费拿。那这边是它的一些介绍，还有这游戏最多礼包码隐藏版的序号，包含了最新的这个新服的福利码。那直接在片头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可以去换，因为每个玩家只能换一组而已啦，所以你就随便找一组换吧，反正就是在这里。好，直接给大家看这个最新的这边。那后面呢还有各种最强的福利啊，隐藏版的攻略，还有游戏的玩法，然后最爽的转蛋，大家可以随便选一个你喜欢的加入，因为每个玩家只能换一次啦。好，最爽的攻略、最爽的福利，还有最爽的游戏的玩法，都在这一集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。可以跳过剧情吗？还是一定要看完？好，放大招啦，来，来，我们大招给它放下去。哦，特效还不错，炸下去。哇，雷霆之爪放下去。哦，这个特效不错哦，一样炸下去。最近旭哥有时候会去玩那个宝可梦的机台，有没有？搞累啊，这个机台。好，这个，伤害值很高哎，它的这个数字都很爆表。妙蛙花，来，直接来放大招啦！水卷龟给它炸下去，然后爽度还不错啦。我要这个前面的对战有点久啊。要不要让大家就是可以去抽一下手抽什么的？好，直接放了。就是每个怪都要让他放一下招就对了，展示一下。哦，这个伤害值很高，神仙打架的感觉。哦，每个的伤害值都好高啊。喷火龙，喷火龙也很帅气啊。最后来了，手里剑给他轰下去。好，那玩一玩呢，就可以开 auto 了，就可以轻松放置，然后可以开倍速这样。他会自己放招，所以很轻松。我的特效做的还不错啊，感觉有花一些这个时间在弄这些有的没的。可以开 auto 啊，开二倍速这样，可以快速的清关。啊，就是这么简单啊，轻松获胜啊，完美开局。好，那么能把这个小火龙啊进化上来，它就变成这个火恐龙啦，很熟悉吧？总之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玩法。好，旭哥来分享这个游戏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码，要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了。那么首先点画面左下角的齿轮，齿轮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这个下方有一个兑换码。
点进来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那我们就输入这个 A P R I L， 然后555 A P R I L 555，接下来这个按确认，按打勾。这个有金币呢、钻石，然后普通万能碎片、钻石抽卡券，还有好感度礼盒，好，非常爽的福利。接下来输入这个 A S H， 然后999 A S H， 然后999，接下来按打勾，右边一个打勾，把它按下去。哦，这可以拿到好用的神宠啊 ，S 级的小智版皮卡丘，哇！开局就有这个 S 级神宠，然后这个金币以及大量的钻石啊，然后最爽的福利领起来啊！好，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福利啊，一起分享给大家吧。像是这个右上角这边有福利，这边点进来，这边就可以领到很多的东西啊，然后礼包等级礼包嘛，可以拿到这个皮丘的碎片啊，这些福利。那接下来呢，在画面的这个右边呢、还有这个像开服嘉年华，这可以拿到梦幻哦，这个最强的神宠梦幻可以免费拿，还有这个通关之路有梦幻的碎片，这边可以拿到神宠梦幻，非常棒。然后这个新手福利这边还有耿鬼啊，这边可以拿到耿鬼，有没有神宠，然后拿到梦幻啊，很多好用东西，然后每天的这些礼包都领一领，有没有，开局就超多福利了。接下来呢，这边哦，这个是甲贺忍蛙，那特权礼包这边真的太多福利了啊，晚上还可以吃一下这个补充体力的。那这个左边呢有这个信件，还可以领到奖励，有金币、钻石，还有这个甘甜冰水。好，那最后来抽一下转蛋啊，分享一下，看能不能欧洲一下暖暖猪、小巨鳄，然后角金鱼，来无畏小子。哦，有一个 S 级的可可多拉，金色的金色神宠。那还有这个翁福，有没有金色神宠？在金币抽卡这边，我来抽一下。开局就有好几百抽可以抽啊。有没有抽得很爽，分享给大家，还可以聚宝一下。这边是抽碎片，然后可以抽到一些好用的东西。好，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这边。这个最强的隐藏神宠呢，像是梦幻啊，很多神宠都可以免费获得。这样，这游戏最多的礼包嘛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、游戏玩法、最爽的攻略、最爽的福利都分享给大家。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，看旭哥所有攻略。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。